再来看到花莲元百周年庆21日正式开跑，那么一早就吸引了排队人潮，超值的橄榄油依旧是民众的抢购首选，150箱不到3分钟完售。那么搭配这个纸本振兴券，在全馆消费还送抵用券。另外呢，还有知名的品牌快闪店进驻，有兴趣的民众呢，千万别错过。远东百货花莲店周年庆10月21日正式开跑。原百花莲店表示，自10月7日预购起，业绩已成长超过10%。首四日，除了乡亲每年必买的进口橄榄油优惠，还有多组独家美妆保养优惠，流行鞋款及秋冬服饰最低5折起。如果你有使用远东百货的 App 的话，就不用再跑来跑去，不用到3楼的客服中心换券，再下去给我们的专柜小姐。那另外呢，如果你使用Happy Go Pay， 那这一次 Happy Go Pay 呢，我们也有做加码。那这样子的组合加起来的话，它的优惠其实会最多。那如果是以化妆品10000块的话，最高回馈可以到40%，那这个也是史上最高的一次。所以如果说要买化妆品的话，其实要趁第一波的时候搭配 Happy Go Pay， 搭配我们的振兴券的方案，那这样子全部加起来可以超过40%。那数位的振兴券是5000送500，那另外呢，如果是纸本的振兴券的话是3000送2200，那3000送2200的话，应该是史上最高的一次回馈。那这一次在周年庆的话，我们也特别有请到我们的新的生力军，也就是小米家电。那小米家电的话，一直以它是经济实惠的智能3C产品。那在10月23号有小米手环5跟小米手环6两个的组合是1095元，非常非常划算，那就限量100只。那到时候呢，也请我们所有的花莲乡亲好朋友可以一起来支持一下元百周年庆，到元百来走一走，逛一逛。原百花莲店店长洪永芳表示，感谢乡亲支持，今年周年庆除了1000送100促销及振兴券优惠，还有超过1000组特惠组，同时独家引进小米之家快闪店，10月23、24日还有小米手环限量低价组合，期间还有知名彩妆、药妆品牌服饰等快闪特卖。23、24日扩大举办馆外市集，30、31日则将举办万圣节活动。后续更多详情可搜寻脸书远东百货花莲店。记者蒋邦彦花莲市报道。